迷迭的甜品，但是眼看天气越来越暖，又到了全民减肥季，众人群瘦我独胖，是不是也不合时宜呀？所以今天我就做了一个传统糯米糍吃吃吧。今天做的是花生芝麻馅的，你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换成红豆沙或者是紫薯椰蓉馅，喜欢什么就可以包一些什么，内馅香甜又可以拉丝的。喜欢红薯的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红薯烤蛋奶，首先按屏幕上的比例调蛋奶液，喜欢甜口的可以加点糖。红薯切小丁，微波炉高火转五分钟，为了保证口感更细腻，蛋奶液一定要过筛，烤箱200度30分钟，表皮焦脆，红薯软糯香甜，真是一口就爱上。想不想来一口可以吃掉的樱花？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宝宝特别爱吃奶酪棒，今天自己在家做营养又健康，准备200克牛奶，加入20克白糖，加入芝士3片，开小火搅拌至融化，关火冷却，准备10克吉利丁片，冷水浸泡，泡软后放入锅中搅拌融化，倒入模具，放入冰箱冷藏1小时以上，等待脱模，好吃的奶酪棒就做好了。
天空的乌雷灯漫不经心，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，和平歌慵懒步伐压着云，尽头的的风景记得你像运动的精锐军，懂也不懂得守护爱情，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。抖音都上了我的饭盆，剧情化干饭之魂，我真的好想三二一，终于等到了饭店，干饭人干饭时间，第一个冲向饭店，干饭去了干饭去了，这本吃饭得用餐，抠刀论水水汗油，唯有干饭解天堂。 Oh boy。你是我触碰不到的风，醒不来的梦，寻不到的天堂，医不好的痛，点不着的香烟，送不开的。这道看起来很高级的美食只要5块钱就能搞定，挖去灵魂的土豆先放入烤箱烤制20分钟，给它穿一身华丽的衣服，再加入一个有趣的灵魂，最后化个妆做个造型，每次和小七出门都要等他好久啊。你看我的火山熔岩蛋已经做好了，而他竟然还在化妆，那就吃完了再出门吧。